Hello， 各位兄弟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我是老头 Old Man。我们终于等到了《进击巨人2》的新的资料片啦，叫做 Final Battle， 最后一战哦。那这一个章节啊，应该说不是说章节，这张 DLC 呢，会延续这个我们动画电视里面的那个第三季后面的剧情。哦，我记得没有记错的话，我们第二季的剧情已经结束了，之后就停止了。然后呢，这个第二代的进击巨人呢？他是用自创角色的方式来看这个进击巨人的剧情，可是我虽然感觉很赞啊，但是我个人不太喜欢这样子。好，他就是以一个是无名士兵的视角来看待这个整个进击巨人的故事的来龙去脉这样子。结果呢，这个 DLC 结果就出了这个角色章节模式哦。那这个角色章节模式，你们上面可以看到说，他说将剧情模式以外的故事。以原作角色的视点进行游玩的模式，所以说将剧情模式以外的故事，我是不知道这个会是什么样的方式呈现啦、啊。然后呢，剧情模式的话是故事推进，然后是由原创主角的视点进行游玩。我觉得我们今天稍微特别一点吼，反正我们都大概知道剧情了嘛，我们来试试看角色章节模式好了，这个是。新的 DLC 的新的模式，我们来试试看。直接阿尔敏啊，哦，等下不要跟我讲说从头开始哦，应该是不会吧？好，这个是墙外有着海洋。哦，我知道这个画面。海洋的另一边。我は何があると思ってたんだろう。爽！继续逃跑。这时候坐标之力展现出来了。鎧の巨人ライナー・ブラウンと超大型巨人ベルトルト・フーバーからエレン・イェーガーの奪還を成功夺回了。哎，奇怪。啊，对，这是第二季，这是第二季的剧情了、啊。对啊，没错，是第二季的，我有点忘记了。也是我错觉吗？我怎么感觉画质有点粗细，有点不一样啦。我操控阿尔敏。序章，往城墙内的撤退。哇，他这个装备好像是一般的，是不是？三四刀身，回复药，瓦斯弹、闪光弹、二十张的驴毛，等级十哎、欸。啊，我要适应一下，我要适应一下。在地上的时候。进行移动，按着可以跳跃，立体这种，这个我会啦。还有嘞，空中垫步，哦，这个我也会啊。哎，他这个瞄准的方式变得有点不太一样、欸，哎，是我错觉吗？这是辅助瞄准的关系吗？嗯哼。ライナーたちから奪還できた。あと壁にさえ戻ることができれば。だけどなぜ巨人たちは僕たち。为什么巨人不理我？啊，因为坐标之力的关系啊。难道这是艾莲的能力？104機は悪運が強いんだ。きっと壁までたどり着ける。いいよな。要跟着这个指标走啊。嗯，好、哦，踩到中型奇形种出现，这跟之前一样没变啊，只是 UI 变得怪怪的而已。疯狂失败中，感觉要击到后脑勺的判定变得很难的样子。
哦，要进行推进攻、推进攻击啊，在教学啊，哦，真的是，原来如此。落点角度，哦，他现在落点的角度直接就是给你用 UI 界面化了啦，有没有？他那个小圆圈跟大圆圈合在一起，然后进行攻击就会有黄色的数字暴击啊。感觉比之前更方便多了，果然变方便多了，而且好像是每下都暴击，是不是啊？哎，真的哎，打起来更有爽快度，爽快度哎！打这个没有对到圈，对圈圈游戏，吓得少。我要打这里，哇！暴击伤害真的是大 1.5 倍左右呢哦，找不到好角度，走，又跑掉了。角度他妈超难抓，而且我现在我的能力跟弹药是无限的，哈哈，教学嘛，给无限的嘛，好爽啊！达斯卡达，阿里嘎多。克里斯塔，我婆，少啰嗦啊！克里斯塔是我婆啊！成功讨伐十个了，我要打十个！哇，这只比较壮了，这只攻击你材料部位。角度没抓好，没 double。哟，完美啊！啊，就这一只啊。嗯，哦，一万球是怎样？直接给你断掉了、欸。这个位置很好 ，nice。就是这里了，哇！总才1000多啊，可恶！被挡下来了。哇哦哇哦哇！还跌倒是怎样？新招式。新的招式来着。结束哦，打完了，阿尔敏打完了，阿尔敏，真是太棒了！有成功救了下来，夺回。無事に壁内への帰還を果たした。巨人の正体が人間であること。クリスタの正体がウォール教の秘密。她是雷斯家子女。ヒストリアであったこと。巫婆。そして鎧の巨人と超大型巨人の正体。この戦いは様々な情報を得た調査兵団だったが。ウォールマリア奪還のために再び動き出した彼らを巻き込み、壁内の女性は。我看起来有这么小一只吗？怎么像小孩子啊？兵士たちの戦いは人類の手に自由を取り戻すその日まで終わらない。そして人類の命運を背負う調査兵団、その一翼を担う。104骑士兵。彼らの戦いが再び幕を開ける。啊，要夺回那个什么城的，忘了。
在角色章节模式累积一定经验值，兵团等级就会提升，兵团等级提升，角色章节模式的装备就会增加补强效果。补强，何谓补强？最佳新章节，在角色章节模式获得军团资金与资财，会反映在其他模式获得状态。另外，在角色章节模式不会使用兵团资金或资财，啊哈，就是完全是不相干的，就是啊，不会冲突。那我们下一次要用的是谁？爱莲。哦，哇，他是这样子搞的哦，哎、欸，还蛮酷的嘛。哇，我搞到 A 而已，哎、欸，我们后续好远哦，还有好多哦。哦，再来一个是直接替身作战，他这一本书是动画而已吗？調査兵団がトロスト区へと帰還した後、兵団内では組織の再編が行われ、組織重编。啊，对，全部纳入的，全部纳入兵长班的啦。リヴァイ班はエレンとヒストリアを守るため、人目につかない場所に潜伏し、我记得这时候大家全部都躲起来。ウォールマリア奪還作戦に向けて。夺回玛利亚之墙，进行强烈实验。你看这个屁股，然后这不是重点。不好意思，这个没事。すぐにエルヴィンへと伝令を飛ばし、この事態を伝えるが、伝令が持ち帰った手紙にはさらに驚くべき知らせとエルヴィンからの指示が記されていた。中央から調査兵団の壁外調査を全面凍結し、エレンとヒストリアを引き渡すよう命令。哦，看到这啊，这老头子，我就知道会后续的剧情也蛮好笑的，靠呗。超帅的呢，吴老星呢。现在这个剧情应该是全面被通缉吧？躲在深山里面被当那个罪犯啊，完全要被当罪犯了。动画真的蛮长的，该不会有一半都是动画吧？哎呦，嘴巴一动哎。好事。这个对话模式有点奇怪，不知道为什么。今天是王政設立記念日じゃん。ねえ。気をつけろ、後ろだ。等等。あ、アルム、じゃなくて、クリスタとエレンが替身攻击，他的脸皮那么长，啊，是替身啊！其实小时候绑架犯的仓库，我们已经埋伏了，要救出那两个替身。中の様子はどうだ？急がないと。不快点的话，阿尔敏就会被拆散。阿尔敏扮那个嘛，克里斯塔嘛。足の調子は悪くない。还可以。それより族の連中。あれはただの素人だ。あとはお前らで十分だ。他去爱莲那边。とりあえず奴らを。了解。了解。我们的米卡莎也是这么正。念のために言っておくことがある。アルミンたちにも伝えろ。哎，我用米卡莎。我猜。啊，原来只是个动画。第一话陷阱，我们使用的居然是哇，咱们的兵长啊！这些装备都是固定的样子，好像不能做切换。没有错啊，这个角色剧情模式呢，全部都是限定的装备，没办法做任何跟动，只能看而已吧？哎，不对啊！他这边有显示切换装备，显示技能，救援请求，这个应该是多人连线吧？我不需要救援，
自由之翼，连续攻击，空中换刀，回旋斩。啊，这只能给你看而已啦，好吧，初级。士兵长耶。兵长，どうだ？道が混んでる。哇，有悲剧发生了。替え玉作戦の方は成功だ。その割に浮かない顔ですね。いや、何か妙だ。中央憲兵が使う手じゃない。奴らは気ぐらいが高い。素人は使わない。どこかでこういう。兵長、もうすぐ馬車が移動します。等等。ニーバ、切り裂きケニーを知ってるか。憲兵が100人以上も喉を裂かれたという。何年か前に流行った都市伝説ですよね。そいつはいる。全て本当だ。ガキの頃、奴と暮らした時期がある。え、どうしたんですか、急に。こんな時に冗談言うなんて。你还觉得我在开玩笑啊？そうだ。奴なら平気で素人を使う。目標を集団でつけるときは、両斜め後方と見晴らしのいい高台。出来了。去了。哒啦，被突袭喽！好啊，马上秒睡，趁热没有啦。啊，真好，以羡慕。Kenny， 逃跑喽！哎，好帅啊！怎么打、啊？按下 RB 可以锁定敌人的士兵。锁定血会变成蓝色哦，只要状态中靠近后就会变蓝色。当锁定显示变成蓝色，按下这个 Y 的话，就会朝对方发动冲刺改冲刺攻击。但是我把它看成改，哎、欸，好。哦，变成近距离了。对人有点不太习惯，你对巨人，你还可以用勾绳，这个完全没办法勾绳啊，就只能想办法拉近距离。对啊，想办法拉近距离。Hello， 砰！哎，人不见了，你话都还没讲完呢，无法战斗。哈哈哈哈，有那么惨啊？哎，怎么回到？当敌方士兵子弹射进，在进行装填时，将会全身都是破绽。若锁定中的敌人靠近他，并按圈图示此时，可以按下圈发动，可以强大的伤害。会显示哦，我看一下好了。哦，装填的时候、啊。哇哇哇哇！袋のネズミって言葉を俺は教えなかったか？おめえがどこへ逃げようと無駄だぜ。好危险，好危险！空战，空战！嘿嘿嘿 ！Hello， 我来这里要啃你！哎哎哎哎哎，砍下去的，干什么？换刀啊！哇，好像是不死我哎、欸！肯尼干什么？肯尼？どうしておめ
になったか。俺にはわかる。肯尼。肯尼。强力攻击的。哇！好帅啊！哎，谁？这是谁啊？啊，肯尼跟那个谁？啊，还有卡芬。卡芬是他的手下嘛？庄田，去死吧！剩你了，到此为止。等你们没子弹，你们死定了。没子弹，全部通通都一击必杀啊！我跟你讲，你还有子弹吗？还有是不是？来啊，丢给你，冲下去！好硬啊，还不死，终于击倒卡芬，结束。だいぶ時間を食っちまった。早いとこ馬車を追わねえと。馬車を追うぞ。はい。いいか。奴らは対人の戦闘に慣れてる。もう何人。習慣和人戦闘。エレンたちを取り戻すためには躊躇するな。殺せるときは殺せ。分かったか。了解。了解。ジャン、馬車に移れ。他は援護だ。はい、ジャン。なぜ、アルミ、ジャン。危急了。ダメだ、一度引く。艾伦被带走了。哇，这个表情非常的淡定的喊大喊艾伦，有点出息。トロストク市街においてエレンとヒストリアを奪われたリヴァイ班はやむなくその場を離れ、先に倉庫で捕らえた仓库的那个男的，这就是之前我们第一季里面那个商人嘛，对不对？しようとした者たちを捕らえたリヴァイ班は帮商人 QQ。トロストクのリーブス町会の者であったと知る。作戦に失敗した紹介を中央憲兵は必ず始末しに来るだろう。そう踏んだ調査兵団は紹介に取引を持ち同意提供协助約束させた。反正他们都失败了嘛，会被处理掉啊，不如就反过来帮忙啊。調査兵団は2名の中央憲兵成功抓了2名宪兵。中央憲兵への尋問の末。本物の王家は振り付けではない。真正的王室并非佛利之家，而是雷斯家。我们要推翻政权。勉強とかつてのライナーたちの振る舞いを鑑み、ハンジは王政がエレンを求める理由をこう推測する。知性を持たない巨人が巨人化の力を持つ人間を捕食すれば。会直接啊、哦，直接继承。他现在就在讲这些剧情的来龙去脉啊，有点边玩边讲边看故事的概念。調査兵団はヒストリアのジップであり、壁の実質的な指導者であるロッドレースを確保すべく。罗德雷斯。そしてエレンとヒストリアを奪還すべく。也就是我的。我的那个，我的另外一个爸爸啊，对，然后这商人被肯尼给砍了。中央憲兵は彼らの殺害容疑を調査兵団になすりつけ、全部都嫁祸给我们，我们要开始逃了。现在才开始正式逃啊，前面都还好啊。哇，只有 D， 哈哈，追加新章节，可以在另级模式使用卡芬了。卡芬将会在夺回墙外模式中出现。
初次完成达成，学会新的情绪动作侦查。情绪动作可以剧情模式、立即模式中使用啊！哈哈，好像多了那个表情动作也没什么屁用的感觉，就只是好玩而已啊。单纯只是觉得好玩吧。好，有两条路了，一个是看剧情，两个都是看剧情。哇，我怎么有一种感觉都在看剧情的游戏啊？的感觉啊。墙外章节战斗独立故事内容之外，可以让复数的候补人选当中选择要操作的角色。此外呢，由于也适合用来提升兵团等级，若是在故事中遇到困难，就在墙外战斗章节多加锻炼吧。墙外章节哪里啊？哦，这个是主线剧情，这个是主线。洞窟的欢迎会，然后这个动画是艾尔文从小就有的梦想。我是觉得这些可以不用看吧，如果非看不可，还是得看一下。可是我是真的觉得有看过《进击巨人》动画的，这些可以不用看的啊。墙外战斗，好了，我们稍微来打一下墙外战斗好了。我记得兵长可以多连段了，我们来看一下好了。是不是？哇！变巨人！快点！我可以动吗？操控巨人了！哇！干三好低哦，天哪！愤怒攻击不行，我的愤怒攻击还没满。好弱的攻击啊！变回来了，那个爱莲的巨人秒躺。结束！呼呼！战斗胜利！是我们赢了，大家做得很好。后续的话，我再看怎么进行哦，因为有太多的部分都是看动画的。这个看动画的部分，我可能尽可能就是不要就不要，因为我觉得。我个人是觉得啦，你们应该也不太想看动画吧？反正动画在电视上都看过了，还要再看一次，其实也蛮奇怪的。好吧，那么今天先到这里结束啦。如果喜欢我片的，左下角个订阅，右下角个小坏笑，好不好嘞？我是老头，我们下一集《进击的巨人》Final Battle 再见面了，拜拜。